兄弟们，这台是苹果的笔记本，2020款 Pro 的哦 ，M1 处理器。我们看一下，8+512G 的内存，这是来自北京的粉丝叫帮他挑选的哦。他要求成色一定要好哦。这键盘没什么磨损哦，这正面也是没有磕碰划痕的哦。这屏幕也是非常亮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一边，没有磕碰划痕，这个螺丝也是没有动过的哦。看一下有没有放过屏幕，这个如果是不平整的话有可能放过。这个成色达到了一个98星，这是 M1 处理器哦，8+512G 的内存哦。这款它电池非常耐用哦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屏幕哦，它是没有黑点彩点哦。这个屏幕很贵，所以我们要看好哦，或者要给粉丝品尝好。像这种 M1 处理器在市场比较少哦，找了2天才帮他挑选到这台。老板，这个什么价格？6500是吧？8+512的，如果256的多少钱？便宜几百是吧？这过保还是在保？这种如果过保的话，我们也会给粉丝保修半年哦。哦，拿下这台吧，好。